Hello，姐妹们，咱家姐妹有没有夏天不爱喝水的？不喝水呢，容易上火。然后大家不爱喝水呢，可以去拍一下这个蜂蜜柚子茶、蜂蜜百香果茶，然后挖那么一勺放到这个杯子里，拍二是可以赠一个杯子的啊。然后自己制作一下饮料，可好喝了。这个味道呢是酸酸甜甜的，里边的果肉都是能看得见的啊。百香果的这个呢就是酸甜的。然后这个柚子呢，它就是甜味的啊，里边的这个，这个水果都是能看得见的，看，味道很好啊，大人小孩都很喜欢喝。如果孩子们不爱喝水呢，可以给孩子们冲一下；大人不爱喝水，自己不爱喝水也可以冲一下，味道很好喝。拍二呢，给大家赠一个这个吸管杯，这吸管杯是赠的啊。无论你拍哪个，只要是两杯，只要是拍两杯，都可以赠这吸管杯啊。味道很好，只要冲这个，指定你爱上喝水。姐妹们，大家有需要这个的，下方小黄车可以去拍啊。